内吗？男生女生的合体，外表看起来像女生，事实上有男生的身体器官。上帝创造的第二个真实的男人才叫做亚当，第三个叫做夏娃。后来呢，莉莉丝被赶出伊甸园之后，化身了那一条蛇，回来引诱夏娃偷吃禁果。哦，这个故事大概是这个样子。所以莉莉丝呢，虽然我们看起来她是一个邪恶的化身，但是呢，她有一点悲剧英雄。为什么呢？他其实是为了要捍卫他的某些东西而去做一些他不得已做的事，当然这些都是传说，都是传说。所以呢，这个莉莉丝她是我们的这个地狱的教母啊，地狱的教母，很漂亮。一样，这个莉莉丝的雕像呢，这一次呢也是让台湾玩家可以购买，但是条件是你必须要先上网登记。然后呢，我们有一个抽签的动作，抽完签之后你中奖了，你才有资格购买，你才有资格购买。所以呢，是限量里面的梦幻一品，哦，大家参考一下，转一圈。男生还是女生？不能偷懒，不能偷的运动，好不好？请问一下，他是莉莉丝还是跟莉莉丝一样雌雄同体吗？绝对不是啊、哦！昨天我来。访问这个我们这个安全不安全室的舅，也就是他的游戏总监的时候，昨天有跟他拍过照，我有很近距离的跟他拍过照，那我可以很确定的他是女生。没怎么确定。好的，按照我们工作人员的指示呢，陆陆续续结账喽。还有我的可以，对不对？冰哥。我是你的粉丝，谢谢谢谢，我也是 Alan 的粉丝。OK 对，支持一下。做直播，然后呢，门口呢有两个非常非常漂亮的景啊、哦，那在那边也顺便提醒大家一下，门口那两个景拍照上传 IG 限动，哦 ，take 我们暴雪的官方账号，会有机会抽送给你《暗黑破坏神》的这个游戏软体。但是呢，外面的那两个景呢，今天晚上就结束了。好，今天晚上就结束了。待会如果没有下雨的时候，赶快去补拍一下。好，那如果你今天没有机会拍完的，待会呢，我们旁边这位天使，哦，他不会拆，哦，他应该会到下个礼拜才会结束。哦，提醒啊，中老年人好详尽，玩鞋弹死灵，碰到屠夫，世界二等级，站着不动，让他打不死，好不好？热血分享。其实如果平常呢比较不擅长这类游戏的朋友，也觉得。